决赛之夜是当然大家都会在期待之后到底谁会是我们的这冠军呢。除此之外节目还是照样会送奖金回馈我们的这朋友们哦。那当然我们有六个百倍还有两个千倍要送出去哦。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就是大家要紧张的时候了。是的，我们的金河偶像们呢也马上就要开始龙争虎斗了哦。是，来看一看，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角逐，金河偶像歌唱大赛六强终于出炉。编号一郑柯颖，编号二谢景纯，编号三艾米，编号四周涵宇，编号五叶芷彤，编号六郭文耀。星光璀璨，为梦想而战。今晚谁将会在大决赛的舞台上独领风骚，夺得冠军？我们拭目以待。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六强呢不只是形象好哦，实力也很强的哦。是，可见今天晚上真的是龙争虎斗哦，要真的是摘下桂冠不简单。好，那我们今天的金河偶像歌唱大赛大决赛马上开始。是，第一位要登场是今年只有11岁的一位小妹妹郑柯颖。不同凡响，不同凡响，欢迎她。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飞越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舞台所以珍贵，爱是你命中的精灵，叫你梦里面的路向前进，你来自不同的幸运，秀出你的苦，你有你的天空，所以要唱到这样真的不简单，真的是不同凡响、哦、我应该还在唱三只老虎三只老虎接下来编号25岁的这位姑娘也差不多是谢景尊，对，差不多是差不多差不多的姑娘欢迎婷家藏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摆着差不多的架，发着差不多的光，网友差不多的嘴，能当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视野，先找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假，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基尼，举着差不多的 V， 提着差不多的 D， 的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差不多的潮流，长着差不多的 nose， 和差不多的男友，戴着差不多的 clothes。穿差不多的 low， 差不多的 rose， 笑着差不多的舞步，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穿差不多的腿子，差不多的脸书，差不多的想哭，你还差不多的路，差不多无助，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
听起来一点都不差不多。对，是，怎么可以叫差不多呢？这个差太多了。下来编号三要登场了。好，编号三，哦，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妹妹也是很有实力派，高亢，高亢的哦，那唱的歌一定是难度高咯。是五月天的一首歌《盛夏光年》，艾米。好，欢迎14岁的艾米。我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酷未来，我不转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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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就是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完成的 MP3， 我最疯狂的爱，免不了一个渺小的孤单。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就是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停下了一双破坏，来到了光年之外，看那人造世人美丽的溃烂。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哎，是的，那当然这时候呢，哎，我们今天是大决赛嘛，是，所以评判团阵容强大，是，今天的阵仗也不一样哦，是，阵容很不一样，阵容很不一样。好，马上欢迎我们的5位评判老师。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的5位老师们哦。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音乐导师，欢迎佘丽仪。第二位我们的音乐导师，欢迎龚振良。第三位我们的音乐导师，欢迎徐一平。第四位是本地著名歌手，欢迎吴奇。第五位我们的田姐儿，新传媒艺人，歌唱得非常棒，欢迎我们的罗美仪。哇，欢迎欢迎五位帅哥美女的评审老师哦。那到底我们这六强谁会夺得这个金河偶像歌唱大赛的冠军呢？就看这五位老师了。是，你看他们刚才哇，每个笑到很灿烂，其实里面在冒冷汗，因为每个唱得那么好，不懂要怎么评。对啊，个个都实力相当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决赛咯。是，编号四，今年16岁的周涵宇，同样是一首难度非常的高的歌，而且他很喜欢动物。哦，他要唱跟小鸟有关的歌。你是说那个小小鸟吗？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来听听周涵宇的歌曲。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周涵宇的一首歌，真的是飙得真够高呀。是，我是一只小小鸟，真的是高难度的歌呀。对，下来，哎，我们同样16岁编号5的参赛者要登场了。好，
他也不简单，对，他带来这首阿刁。马上欢迎叶芷彤。叶芷彤的一首歌曲《阿刁》，是不是觉得来到大决赛就是不一样？真的是不同，太厉害了！一个突然间为本地娱乐圈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看，真的，其实能唱的人很多，也要感谢声松了，给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机会表现。是，老师们也很了不起，可以训练出这么杰出的学生啊！是，所以呢，还是要辛苦大家了哈。好，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哦，编号六，哎，小帅哥要来了。哦，唯一的小男生哦，今天才11岁哎，是非常可爱的一位小男生，舞也跳得不错。今天要带来的一首歌，哎，感觉上也。挺好的啦，挺棒。是在形容你吗？不是。OK， 好，来，无以伦比的美丽，听听。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乱鸟在地上追。新人王火热招募，欢迎年龄介于15到35岁的朋友参加，请在3月25号前将1分30秒的个人演唱视频电邮至以下网址，机会难得，别埋没了天赋，赶紧报名吧，我们期待在这个华丽的舞台与您相遇。今晚我们相遇完全在空中，是，马上欢迎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龚之怡。 Hello， 欢迎。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子怡你好 ，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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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
好久不见。是的，还是这么漂亮。谢谢，你也一样。谢谢。是，其实最近哦，这阵子都在忙些什么？是啊，其实最近刚发表了一首新的单曲，其实是为我们的五频道的一部电视剧《Slow Dancing》量身定做原声带。哦，那首歌曲也是你做，你的创作？是的。就你为我们的很多电视剧都做了歌曲，比如说《自在是方》一二，是啊，吃饱没？然后还有五频道的 King 都是你的创作，对，所以到底呢灵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觉得唱歌跟创作都是一样，就是把我们人生的一些故事还有心情在我们的音乐绽放出来，然后也希望说听众们听了我们的作品能够在我们的音乐里找到希望，找到温暖。那在你是写电视剧的歌曲的时候，会不会先看那个电视剧的故事呢？对，一定会。其实很多电视剧都是量身定做的。对，好，那当然大家要多听龚志毅的歌哦，才能够深入的了解他。好，我们请龚志毅去准备准备。好，谢谢。很期待，喜欢他的声音。是《志在四方》哦，里头他的一首创作嘛，下来我们马上来听一听了。好，有请，交给他。想脱下身上的盔甲，好好呼吸一下。每个人都想好好爱一场，其实我也一样，人总会有悲伤。才算学会坚强，带我飞翔到个安全的地方，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幸福不能就在前方，有你陪在我身边，经过了才算学会
到节目现场，好，马上要给大家公布金河偶像歌唱大赛的成绩喽。是的。在这之前，对，大家都很紧张，知道吗？我也很紧张，所以你先讲吧。没有，我说在这之前要欢迎我们的嘉宾。是，马上有请盛东集团主席林福荣先生到台上来，准备一下颁发我们的奖金，还有奖杯。有请我们的林老板。好，那这时候要公布的第一个奖项哦，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嘛 ，OK， 成绩都在这里 ，OK， 我们的最佳造型奖。OK， 好，不会是你，你不用怕。OK， 好，不是我。恭喜我们的最佳造型奖编号二，谢景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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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尊小妹妹，最佳造型奖可以获得1000元的奖金，恭喜恭喜。是，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公布我们的前三奖咯，这个方式比较不一样哦，是不是由我们两个来公布的，我们会有两个舞者哦上台来，然后舞到谁的身旁，那位小朋友就是我们的冠亚季军。好，马上公布我们的季军得主，有请舞者。到底季军会是谁呢？非常紧张的时刻，哎，是的，在台上的就是我们的六强哦。季军会是？啊，恭喜编号四的周涵宇小妹妹获得今后偶像歌唱大赛的季军。季军可以获得3000元的奖金，恭喜恭喜，还有一座奖杯，恭喜恭喜哦，从我们老板手中拿过了这张支票，恭喜恭喜，恭喜韩宇。好，紧接着下来大家也很紧张哦，我们的亚军要公布了，人数越来越少，你们越容易猜啦，预测。好，那事不宜迟，我们请我们的另外一位舞者登场，有请。是在舞台上有五位参赛者，到底是谁呢？我看他舞到我身旁，我的心会跳一下。亚军到底是谁？哇，恭喜恭喜，编号五的叶子彤小妹妹，恭喜恭喜，金河偶像歌唱大赛的亚军，亚军得主可以获得6000元的奖金，还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奖杯，恭喜叶子彤小妹妹。好，主要的时刻来了，冠军到底他会是谁呢？好，音乐响起。经过了9场复赛，6场半决赛哦，现在我们的台上呢，就剩下4位参赛朋友了。是，到底我们的冠军会是这4位当中的谁呢？龙争虎斗，大家都很努力。恭喜冠军 Amy！ 哇 ，Amy， 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金河偶像歌唱大赛 Amy 获得我们的冠军，哎，给我的10000元的奖金，还有一个奖杯。有请我们的老板呢，为我们其他的这优胜者颁发1000块钱的这奖金。是，其他3位小朋友呢，各个获得1000元的奖金，谢谢你们参与，也谢谢盛东超市赞助所有的奖金和奖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所有的朋友一直以来那么支持我们的缤纷万千再生松，还有我们的生松超市这一系列呢，到今天晚上呢就圆满落幕了。是，再一次谢谢林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也答应你们，我们会继续送更多的奖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也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舍，因为之后呢可能大概要2-3个月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是，我真的也不舍，因为我们从第一个系列第一集开始到现在几个系列了，28，现在已经是28个系列。对，所以我们的29呢将会在5月8号晚上7点整跟大家见面。是，不要忘了哦，我们的约会5月8号准时收看我们的缤纷万千再生松，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周末晚上，我们一起欢唱，分享快乐绚丽时光。百杯汤煮干饭，千杯赠你美梦。今晚我们相聚，缤纷万千再生松。